持续的西北边疆战争使汉将李陵已经难以支撑，面对潮水般围拢过来的匈奴骑兵，他放下了武器。大汉的旗帜在一团火中燃烧。公元前99年，汉将李陵向匈奴投降。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这一举动将给他的朋友司马迁带来奇耻大辱。1000公里外的长安，正直的司马迁心情如翻滚的黄河之水。他要面对的之所以如此，并不完全是出自于朋友之间的情谊，而是出于更为高远的审视。他以极大的勇气站了出来，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。然而汉武帝极度震怒，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本身就是极具勇气的表现。报仁安书里他充满了悲愤，但并没有退步。他看不惯在李陵败讯传来时满朝文武群起而攻之的场面，因为此前李陵传来捷报时，正是同样一批人在大唱赞歌。司马迁所反对的主要是当时那些朝中的一些大臣，这个阿谀奉承，按照汉武帝的意志，前期汉武帝赞扬他们就跟着附和，后期汉武帝恼怒他们就反过来指责李陵。于是他站在了满朝文武及最高统治者的对立面，注定了他要为他的勇气付出代价。他的目光看得更远，在朝廷上下也许还有人和他一样看得很远，但是只有他敢于把心底反对的声音表达出来。因为司马迁和李陵啊，原来交情不错，他也深深地了解李陵的为人，这个人气节呀，志向啊，他都比较了解。震怒的皇帝采取极端的方法惩罚了他，司马迁遭受到人生极度的羞辱和绝望。他在报仁安书里说：“那我为什么还要苟活呢？就是我恨我自己，心里还有不古之志。”就是不可骨会的志向，就是不可转移的志向。我恨我为什么就要写这个死结，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目标，所以我再忍辱偷生啊，幽自身于粪土之中啊，把我幽浸在粪土一样那种屈辱之中。他追问着活着的意义，责任在心底，促使他忍辱负重，完成史记。司马迁所体现的一种史官精神，他在那样一个条件下去写作史书，虽然受到了专制政权的种种压制，但他还是能够基本上是秉笔直书。从司马迁这个撰史记和班固撰汉书，还体现出他们的这样一种就是遇到挫折、遇到困难遇到打击
绝不退让。被誉为关西孔子的汉代华阴人杨震，至今流传着关于他四肢的故事。杨震在朝廷担负着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关键职位，他曾推举过一位贤能之人王密出任昌邑县令。汉代的察举呢，也有他的缺点。这个缺点呢，主要就是察者不明，举人不当，就是具有考察人的，主要是一些掌有实权的官吏。如果这个官员对对这个准干部的考察适当的话，就是考察不明，那么他举人就会适当。有一次，杨震因事途经昌邑，晚上住宿在馆驿里。夜深人静的时分，他曾举荐过的县令王密来了。王密神秘地关上大门，从怀里拿出黄金，要献给杨震，以答谢他对自己的知遇之恩。但是杨震却坚决不接受。杨震呢，当时就说：“这个我不能收。”他说：“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啊。”所以杨震就回答了很漂亮啊。他说：“怎么会没有人知道的话了？老天知道吧，神明知道吧，你知道吧，我知道吧，这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？”所以那个被他推举的那官员就感到很羞愧。这就是历史上传为美谈的四肢。和杨震四肢之说一脉相承的，近代风云史上被誉为一代报界宗师的张继鸾，以四不主张赢得天下称赞。陕西人的这种深厚的文化、历史文化底蕴，在张继鸾身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。这位以大公报社论评说天下的总主笔，一句不党不卖不私不忙的四不精神，赢得天下称赞。所有这些东西看起来是张继鸾办大公报的宗旨，是吧？他是他个人品格的这个叫人品的一种表现，但其实当然也是报人品格的表现，是报格，人格、报格和文格作为一个文化人精神品格的表现。张继鸾敢说敢言，针砭时事，深得国人称快。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，张继鸾总要站出来。他的每一篇社评时论，犀利、准确，直指要害，这是读者十分期待的时刻，也是读者拍手称快的时刻。大公报经常发表一点不同政见，抨击国民党。国民党中央政府曾经给他大概有15万银元还是法币啊，很高的一个价格算，咱们是不是通融一下？他退回去。当这张15万元的支票递到张继鸾所在的大公报社时，张继鸾不为所动，他把这张汇票客气的让来人带了回去。张继鸾是不会被收买的，比如说接受这个金钱的赠与贿赂，这个他是不会的，但是蒋介石对他非常礼遇。陕西人虽然耿直，好像不通人情，但这个耿直中间反映的根本内容是正义、公正。钻牛角尖儿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但是锲而不舍的精神，一追到底的精神，也使这个民族获益。张继鸾是近代官学大师咸阳人刘谷余的学生，曾在位于唐太宗昭陵的九宗山下烟霞草堂读书。烟霞草堂是由富宾学社筑起来的，在那个精神、价值、信仰一团乱麻的时代，自北宋以来兴盛于陕西地区，开创中国思想一个重要理学流派——官学。
接续着中国古代最坚实的地气，他们的精神脉络传承有序，信念坚定。官学发展到刘谷余这个时代，他起了一个就是带有集大成的这样一个地位。这个人既了解就是中国传统的经学，同时他又继承了官学经世致用。由刘谷余上溯上去，明清之际的官学大师李邕的耿直还要悲壮。李邕是一位不善于交际的人，从他有限的交往对象看，大都是有志向、有骨气、有道德、有学问的人。著名的如顾炎武，以及被称为关中三李的另两位李柏、李殷笃，他们都因志同道合而成为知己。李二曲一生因不与官员同流合污，几番入狱，但是这个倔强的读书人一次都没有低头，饱受冤屈却万般不改。清朝入关后不久，康熙皇帝圣驾西巡到西安，这时李邕已经77岁，康熙亲自打问二曲，屡次派人征召，他都以年老多病推辞。地方官吏怕向皇帝不好交差，便用担架把他抬到西安，他仍执意不肯进城，住在兴善寺，衣服里藏着一把匕首，准备到了最后实在推辞不掉的时候自裁了事，一名心计坦荡。康熙皇帝没有一点办法，只好写了一面操致高洁的匾额送给李邕。不久李邕与世长辞了。山西人是一个非常正直，是有来有往，都是直接的，没有拐弯抹角的个性，说话就直，一个肠子通到底，不跟你绕弯，不跟你斗心眼，很专注，很低调，有时候一根筋，就是只做好一件事情。正如药王孙思邈所说的那样，志欲圆而行欲方，一种与生俱来的正直与执着，由他们的身上薪火相继绵延不绝。西安南门里宝庆寺是隋代留下的寺院，东面是闻名遐迩的关中书院旧址。明万历24年，在朝廷中因为敢于直言，耿直的冯从武从京师北京回到西安，在宝庆寺讲学时特意撰写了这篇短文。千讲万讲，不过要大家做好人，存好心，行好事，三句尽之矣。直截了当，简明扼要，这简单的讲经论道的语言，不仅避免了千百年来学者们引经据典、反复考证教条式的繁琐讲学弊端，而且使授业士子立即得到修身治学的要领。更重要的是，使农工商贾一听就懂，心领神会。关中书院因之名闻遐迩，实际上就是对当时的学者群体啊，沉迷于这一种啊，自己的个人的名利，啥就是这种研究一些小的问题，啥就是随波逐流的这种学术的这种风气的一种深刻的一种忧患，啥就是也是一种大声的一种疾呼。冯从武说，讲学就是讲德，他在给学生讲课时对古代直陈人人的骨气节操常常钦佩不已。从此由冯从武主持的关中书院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著名学府。
现在的西安书院门就是因为在明代书院旧址上而得名。后来明熹宗继位，冯从武一度被征召入京出任朝官，于是他与阉党魏忠贤的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。据史书记载，魏忠贤权倾一时，各地都为他修建了祠堂，而唯陕西一省没有。刚直的冯从武坚决不与魏忠贤一派来往。在他任职五年之后，公元1625年8月，魏忠贤在陕党羽为迎合阉党禁灭东林书院的旨意，派人捣毁了关中书院。这对冯从武是最严重的打击，他悲恨切腹，两年后饮恨长逝。1842年，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年，英国人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，一步步紧逼清政府签署所谓自由贸易条约。王敬思黄金身边唯一一个坚决拒绝签这个不平等条约的。这一年灾难似乎不断，一个接着一个。在南京以北的河南降府，今天的开封市，黄河决口了。大堤上年逾古稀的大学士王鼎出任此次封堵黄河决口的河道总督，他希望主张禁烟的林则徐作为他的助手，但皇帝拒绝了他。他去的时候，河南的地方官员已经给他把一个行宫已经都做好了，他一看就拂手而去啊，然后自己搭着帐篷就住在黄泛区的最前沿，自会治水。与此同时，1000里外的陕甘古道上，林则徐已经离开长安，踏上了发配新疆伊犁的漫长之路。此时来自海洋上的舰船火枪再一次完成集结，英军溯长江进犯，驶抵南京江面，整个清廷恐慌之极。当王鼎完成封堵黄河任务返回北京时，他怒不可遏地在朝堂上当面斥责一般主张忍让妥协的军机大臣。史书记载，王鼎每一次遇见这些人便厉声诟骂，以至于他们见了王鼎都要绕开走。有一次上朝的时候，皇帝就跟这几个大臣商量到此事的时候，王敬思大声疾呼绝不能签卖鬼条约，气得皇帝一佛手就走了。王敬还不依不饶扑上去拽着皇帝的龙袍。道光皇帝妥协求和的主意已定，王鼎在停舰枯舰均告失败的情况下，决心以失舰回天庭。1842年6月8日深夜，怀揣条约不可轻许，恶例不可轻开，穆彰阿不可信任，林则徐不可放弃的遗书，王鼎自缢于圆明园。这一年他74岁。北宋第一状元杨历，今陕西户县人。宋太祖建国初创开科仕举，没有想到第一位状元竟然是来自周秦故地的杨历。状元谱将这件颇不寻常的事件称之为关中千古唱首烟。后来杨历出世，与当时尚未开封府尹的宋真宗赵恒在一起共事。赵恒多次当面询问杨历何年及第，杨历总是默不回答。
后来赵恒即位，即为宋真宗。直到这时他才知道杨丽就是大宋朝的第一位状元，从此就像朋友一样对待他，重用杨丽。许多年以后，杨丽去世，宋真宗十分痛惜，执意要亲自冒雨吊唁。但是杨丽所居的陋室在开封府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，皇帝的豪华车队不能从中穿过，他只好下得车辇，踩着泥泞前行。凡选先生有一特大的特点，就是这个惜字如金，你跟他说话吧，你说半天他就回答你一个行。这个花手他不爱夸夸其谈，你看这个不管到任何地方去，首先法院都不是陕西人，而且是也法院就控制不住的，也不是陕西人，大部分的都是沉闷不语的，但是干事都特别认真。陕西的人就是给我的感觉是心是锦绣的，不太说，所以他们产生的那种力量比会说的人要大。曾经闻名清华大学国学院的教授吴宓，陕西泾阳人，他曾给陕西人总结了四个字：倔、犟、硬、碰的精神。但是在吴宓身上却依然还保持憨直质朴的个性，事事以礼为先。泾阳安吴部距离三原不远，在陇海线还没有开通以前，泾三原一直就是官学的重镇。吴宓就是成长在泾阳县这个远近闻名的村庄。推开这扇紧闭的大门，正厅里就是令人敬仰的王国维。其实在吴宓怀揣清华国学院聘书来之前，王国维已经知道他是来自周公故里的憨直的年轻人吴宓。他是想看看这个礼仪之乡的传人如何来行这份新式学堂的大礼。吴宓面对王国维深深地弯下腰行了三个大礼。他一看那个吴宓进来啊，西装革履，戴着金丝眼镜，那么他心里就有点不快。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吴宓先生进来之后，他知道这是一个国学大师啊，我应该用中国人最传统的一个方式来向他致敬。孤傲耿介的王国维深受感动，觉得眼前的这个留过洋的年轻人不同寻常，于是决定应聘清华。传统里面说陕西的主要是指官族人，主要是陕西官族，因为官族他受儒家教育还是影响特别大，文化土壤特别厚。当司马迁写下九天人之际的句子时，实际上由他开始了一个绵远流长的传统，这就是肩负道义，重德尚礼。这种传统在这块厚重的历史人文大地上坚强而执着地生长着。